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我们又要来玩 Robots。为什么最近全部都是 Robots？ 我必须说啊 ，Robots 真的非常多优点。第一个，它很好拍；第二个，它的画面都很正常，不会被黄标。我们中秋卡到已经很久没出现了，而且重点是换了造型之后，我们可以偷看小。我们今天玩这张地图叫做《新结尾彩虹之友》第三章，就是盗版的彩虹朋友啦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啊。然后我们上一个造型太色了，所以还是把它换回原本的这种类似方块的造型，好不好？不要做那种真人啦，真人的真的会被黄标啊。哎呦，那个彩虹朋友怎么这么恶心？进学校啦，各位上课喽。啊，最后一个怎么跑这么慢？这真的是有点恶心欸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离开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他跟着我们回到学校了。我们必须抓住他。抓住谁？学校管理员把足球网散布在学校的各处。足球网。所以我们要用足球网去做网子来抓，不知道抓谁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用来抓他 ，OK？ 收集15个足球网，所以就跟原版一样是，哎，好像有点恐怖哦。跟原版一样是要找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应该不会进来吧？我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，老哥？这个鬼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边手点是怎样？我要走了。再见喽！哎、欸，抓不到我，傻逼！哎、欸，来，兄弟们，快出来！我把鬼引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过来啊！哎、欸，过来啊！干，这怪物跑太慢了吧，一点压迫感都没有、欸。哎、欸，骗小朋友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网子哎、欸，我忘记捡了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先把鬼引走。嘿嘿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进去房子看看，那、啊、他会进来吗？哎、欸，他会进来哎、欸。不过其实也还好啦，因为它不会穿墙的话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捡起来，好棒！哎、欸，轻轻松松，这游戏小朋友游戏就是这么轻松惬意啊！再见。我们找了两个，这里应该是没有了，可以出去了。走喽！哎、欸，兄弟你好，兄弟，有哦，很认真在找网子哦，不错哦。这边应该是没有，对不对 ？OK。有人被抓走是不是？谁啊？这么逊哦、喔！啊，这么逊哦、喔！哎、啊，你在干嘛？发呆哦、喔，老哥。嗯？这怎么不能开？哎呦，危险哦、喔！我好像看到有人死掉嘞、欸，真的是恭贺新喜、欸，恭喜发财，平安快乐。这里是一个迷宫。哦，柜子可以躲，了解了。哎、欸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傻逼！哎、欸，傻逼！啊，我可以出去了吗？好，太阳走了，我可以走了。啊，我视角怎么变这么近？没事，这里应该会有一个吧，图书馆。它设计这么大一个迷宫地形，不太可能会没有。好像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哭啊！还是已经被捡走了？应该是被捡走了、喔，但是我听到那个脚步声哎、欸。没事，我们不要紧张，出去看看。哎、欸，你好啊，老哥，我走了。这间又是干嘛的？我这间来过了，没事。然后前面是体育馆嘛，体育馆也不用去了。这边呢，没有，这里也没有，那就是这里啦。我们的网子停在八个很久了哦，是有没有人在找哈？不要偷懒呢，这边走过了。哎，有一个 ，nice nice。哎，怪物好像进来了，他在我的门口。哎哎，老哥老哥老哥，冷静啊，兄弟。看想吓我，好，他走了，我们也要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很好，他没有看到我，很好。然后我们从边绕到另外一边去，从这里开始绕，这边是电脑教室，我们刚来过了，这边好像没走过，有一个后花园啊，后花园也没有，然后这游戏柜子超多的，根本就不会死。这里应该会有哦，感觉没人走过哦，这么隐秘，没有哎、欸，哭啊！哎、欸，老铁们，加油一点好不好？你们有在找吗？你们真的有在努力吗？
这里有吗？没有。哎，那到底在哪里啊？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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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啊！都是我在找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到底找了几个啊？200个了吧？啊，这边就有一个这么明显的没人找是怎样？惹我生气是不是？哎有哎，显示哎，好哎，再见喽！最后一个也是我找的哦，在这里吧，没错了，太 easy 了啦！哎，有没有在做事啊，兄弟？他在那里，让我们用网抓住他。好的，要开始抓怪物喽，要怎么抓？哎，他好像会发射龟派气功哎。他在干嘛啦？老哥，你在尿尿啊，老哥。我好像要死了，没事。他会瞬移耶。哦，可以打他是不是？你要早讲啊，兄弟们。打他，打他。啊，为什么是用网子在打人啊？然后他发射龟派气功，我们要躲，对不对？这车子应该可以躲吧？看一下。哎，干不行，他会穿车子。来啊，傻逼！嘿嘿，哎，傻屌！哎，打他打他，兄弟们，揍他屁股！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我操！还好他扣的血很少啊。来啊，再来啊！你以为你很屌是不是？敲死你，敲你屁股，欸、敲你屁股！啊，死掉了！看好烂哦。简直跟垃圾没什么差别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抓到他了。你以为你能打败我吗？让我们看看你喜欢橘色的样子。哦，听起来好色哦，虽然听不太懂。等等，彩虹去哪了？红色去哪了？没用，我们抓不到他。那我们试着逃跑吧。但我们不能离开背包，不能离开背包，什么意思？不能离太远吗？啊，要找背包啊，哭啊！不要推我啦，老哥，吓我一跳。要找背包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背包在这了。OK， 啊，你们要进去房子啊？对啊，你们要进去房间看一下啊。啊，三过家门而不入是怎样？你看这边就有一个，哎、欸，不去帮我找一下，在哭是不是？那、啊、这一关怪物嘞？哎、欸，这一关怪物还是一样的哦，怎么怪物都长一样啊？我找到一个背包了，好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老哥，干哭啊哭啊！忍术隐身术再见，好像可以哎、欸。我只要在他抓到我之前进柜子都是没事的，他们没有这么聪明啊。走了吗？走了吗 ？OK， 他们走了。然后这一关好像多了一个怪物，我们找到了，这里应该没有了。好，我们走这，再走这。我发现有一些兄弟已经开始死掉了、欸。他到底是要多烂才会被这种怪物抓到啊？我真的是笑了，而且连场景好像都是一样的。作者蛮偷懒的哦，那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好像都是我在找包包哎、欸，他们都没在找哎、欸，没了，这里没了 ，very good， 加油点啊，兄弟们，不要最后剩下我一个在玩哎、欸，我会生气哎、欸，这里有吗？这里刚好藏一个网子，但是没有藏背包，前面有一个，哎，躲一下哦。OK， 可以出来了。这里怎么没有？这里已经两次都没有了，好坏。没有，这房间已经没包包了。电影院有一个，很好。还有吗？看起来没有。这里有一个，好嘞。最后四个啦，兄弟们加油啊，兄弟们。好，躲一下，真的是没什么难度哎、欸，比原版的还要简单大概2000倍吧。图书馆有一个，哎、欸，还有一个在这，13、14，还缺一个在哪？兄弟们，
危险危险危险！我看到最后一个啦，最后一个在这啊，有人可以去拿一下吗？拜托，有，很好，干得好，兄弟！不，我们不能就这样逃跑了，我跑完了，这翻译烂到不行，让我们击败他吧，我们需要作为一点东西使用武器，快点，我们需要收集铅笔并击败红色，你怎么抓不到他们呢？好吧，我自己来。所以有三只怪物了是吧？好啊，来啊，这里应该会有一根。哎，怎么没有？这里不会藏一根吗？这里有一根，讲台上还有一根。谁在后面追我？干，吓我一跳。嘿，老哥你怎么了？老哥，感谢你的牺牲呢，我先走嘞。哎，怎么是死路？不是走这，不是走这，我们要走这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哎、欸，你好啊，兄弟，我把鬼带过来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每次都躲在这一间啊？干是不是在哭？哎、欸，他真的是从头挂机耶！看，我要生，我要生气喽！哥哥要生气喽！这一间走过了，这一间没有，好，走过了，没有怪物。这间没有，走过了。食堂，食堂这一次总会有了吧？有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、，nice。再差四根，加油！这么简单的游戏，你们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不要让我瞧不起你们、欸。这里没有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怪物的声音在哪里？哎呦！危险哦！走喽、欸，走喽、欸，再见喽！真的有三只怪物哎、欸，蛮可爱的哦、喔。哈哈，追我啊，笨蛋！哎、欸，电脑教室又到了。哎、欸，电脑教室有一根，好，该结束了吧？剩三个，哎呦，相当愚蠢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怪物。能死掉也是不简单啊。哎呀，又找到了！哎呀，又找到了！哎呀，没什么难度的呀。这里没了，剩前面，前面应该是走这，没错，走这。然后从那边进去吗？不是，这边是一开始的地方，所以是走这。再见喽，结束喽！干，好像全部都是我找的、欸。红色的，我们攻击他吧。啊，怎么剩我一个人了？剩我一个跟这个挂机仔耶？问号，我要独自打王了啦。啊，他怎么死了？欸，相当愚蠢。现在可以打了是不是？欸，兄弟们戳他。好，逃。可以打他吗？好像不行，好像不行。啊，怎么又是一样的招啦，老哥？加油一点好不好？啊！欸，那挂机仔完全没事欸，他的血就扣了一点点。打我啊！欸，可以了，可以打他了。戳你屁屁！哎、欸，戳你屁屁！哎、欸，戳你屁屁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碰到那个光线了，哭啊！你偷干嘛？干，又是这一招，我又被骗了，哭啊！愚蠢，哎、欸，愚蠢，愚蠢。相当愚蠢。这边我们应该是要绕着跑。哎、欸，屁嘞！啊，这一招是啊？他这一招是无敌的，是不是？我要怎么躲？他要掉下来了。对，没错，炸他就对了，不要炸我。你终于动起来了，老哥。这个混蛋嘞！
快帮忙搓啊，老哥！搓他呀，老哥！对，很好。哦，你终于做事了，兄弟，感谢你啊！好，跑了，兄弟。哇，好感动哦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看起来他刚应该是大便大完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可以搓吗？不行吧？兄弟，这个要躲啊，你会不会玩？这个要躲在后面。对，没错，就这样。戳他，兄弟，戳他！好啦，不需要你啦，我赢了啦，我先走了。愚蠢！哎，通关了吗？停下，拜托！对不起，我会停止邪恶的，我发誓。少骗了，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哦，考虑要不要放过你哦。我告诉过你，你没办法逃离这里啊！哦，是哦，好哦，哦是哦，哦棒！游戏应该是结束了。我觉得这个盗版呢，非常非常的好玩啊，好不好？我个人是给出 1.2， 好不好？ 1.2， 满分100。那我们今天的 Robust 就玩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！看一下，看一下。